点，也就是比较大气、简洁，然后比较酷感。通过这么一个契机呢，来展示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呢，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主题。不仅是一场就历史文明的画卷，同时也是一个服饰文化的画卷。Basic 的灵魂人物李建国先生来为我们致辞。Please welcome Mr. 李建国, which is the organizer of this event, who is the spirit of Basic Edition.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晚上好。Good evening to all our guests and all the authorities. 我谨代表 Basic 与厨艺凝山所有的创作人员。向你们的到来表示由衷的感谢。今天晚上大家看到的是李建国先生和 Basic 在这几年对我国古典文化的楚文化的特别是服饰文化的一种研究和挖掘，特别是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古典精神和中国的时尚精神的一种最大的融合。